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先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种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与广大的社会大众结缘。那么，师父以教育还有社会服务的方式陪伴大家，也引导大家度过了生活当中的种种困难。那因此呢，在维新圣教的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也累积了许许多多精彩的人生故事。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新营道场，在皮寮这边的教室，邀请到的师兄师姐呢，一起来分享他个人的这个宗教信仰历程，还有在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学艺的心得，一起来欢迎丁俊安丁师兄。大家好，我是新营道场第十六代丁俊安。阮家吼，以前就是我拢信伊个佛教。是是，啊，从我细汉时阵，拢受教。啊，阮家的头前吼，就是基督教。好。阮细汉的时阵哦，阮做囡仔时阵，我拢会走去基督教对面基督教遐佚佗啦。嗯。啊，不过啊，阮就是拢信佛教的时阵，就传承来啦。啊，阮内底就是，阮就拢信佛教啦。嗯哼。啊，厝里吼，没有，是无讲哦，像人讲有安，人讲安神位啦。是。啊，无安神，啊是干那一个。佛路，一个佛路在遐，哦，啊，到我，阮是讲，啊边啊，较囥了过马路，啊，我进，咱我拄仔入咱中门了，对毋对？入咱中门了，我拄仔有一个因缘的机会，啊，我有请到一本迄落迄个什么，迄落《天德经》，迄本《天德经》是内底是有迄落三十三法相。对，三十三天王的法相。对对对，有三十三天王法相，我就把一本放在那个佛炉香炉，那个佛炉佛教的火炉，那个佛炉的边啊。是。嗯，那我想请教您的是，你敢是一个铁器的人？嗯，这铁器这是，我以前是不大相信的，后来哈，慢慢接触咱的中门，啊我。阮一个六，阮一个有五级，六六级啊，六级啊，伊就是，我是阮金水吼，迄个一间庙宇吼，下迄个地心啊，神职人员很殊胜啊。后了啊，慢慢啊，那个体会当中，实际上是有了。那借由一些人事物带领我们进入维新圣教大家庭的这个过程也都不同啊。那您是怎么样的过程来认识老祖，或者说是哪一位贵人呐、啊？还是说经过过一个很印象深刻、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才进入到我们宗门来的？嗯，进入宗门哦，就是师父有一届去咸水哦弘扬，啊，伊主要伫迄个咸水的迄个南榕公专啊，我有去。安尼，啊，我去的时阵吼，这是第一拜听吗？也跟佛说的内容對對對對、哦，那个不算是第一次啊，不算第一次。那个师傅还未去咸水迄个南榕道场，南榕迄个公南榕大学的时阵吼、我就拢爱听师傅啊，迄个，伊是六点，一早时啊伫台师讲，但是是阴暗时啊十一点半又搁讲一届。是伊个重播的，啊，因为我一早时啊六点到七点迄个时间哦，我无闲。你刚出门啊嘛？是啊，因为我到阮到咧迄个办迄个平面媒体，
是报社，是安尼，迄办报纸，啊，所以办报纸我拢作早来上报纸嘛，啊，所以我就无闲嘛，啊，无闲要来去上班嘛，啊，所以我就用闲暗时啊，十一点到十二点迄中间哦，伊拢那时候拢十一点半才讲的啦，啊，只有半个小时啊，来跟咱认识的。哦，了解。听到感觉哈，一袂入咱。要不是咱做面时，阮就无看到师傅来讲，因为以前伊大部分都是讲那个风水，没有讲那个经里面的法是那样子的，是讲一个风水的一个大概。嗯，还有时候都听，哎，说还蛮不错的啦。是很平易近人，然后听起来没有很困难这样子。对，困难也是有啦，不是没有啦。是，嗯，就是慢慢。这个易经是要慢慢的去深入啊，对，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得到全部的，不能速成那个知识啦，对，是一次可及的啦。嗯，在我初级八年时阵哈，我的指导老师就是圆藏法师嘛，是，所以以前啊哈，在我初级八年时阵啊，伊拢讲啊讲哈，讲咱也上经哈，就是爱用心去上啊哈，不要小和尚念经啊，有口无心啊。我主要是拢安尼听吼，我拢袂去甲忌讳着这种代志啊。啊，不过等下个我退伍的时，我退休的时阵哦，我个深深的去体会到了吼，讲师啊吼，伫伊落迄个佛法里面有讲啦，讲吼，伊伫《安身真经》里面他讲了，《安身真经》它里面有讲了一句啊，说对公东南啊吼。现象因为现象出者啦，趁水合理啦，以小可得啦哈。啊，我刚刚讲哦，我到一读经的时阵，我差不多读讲，读的时阵，我刚发觉讲吼，我退休以后吼，每天跟我老婆都在一起嘛，是啊，都在一起，意见都会不合嘛。他讲这样，我讲这样，我都说啊，原来他就是这样啊，哦。俗话来讲吼，对公吼就是讲苦啦，吼。对。啊，外面要教一個要用心啊，要用心啊，所以加一个心就是对啊。啊，对的话吼，越的话就是讲叫咱来讲好话啦。我就讲想，哦，难怪啊，难怪他命卦是对为者啦。哦，是，这真的很有趣。对啊，我就是说，我就讲啊，足感谢啦吼，讲好哟。我安尼知影讲吼，啊，原来就是这样了吼，咱来去包容伊啦。啊，他都本来，伊的个性就是安尼啦，所以我咧，伊来咧讲啥物，我就讲啊，好啦，啊，俗话都讲啊，吼，安尼，俗话都讲安尼，对公东南啊，对公东南啦，吼，啊，迄一向，啊，伊落去一小可得啦，我了解就好了，啊，就是安尼哦，为着安尼，我才会讲。认识这句话，啊了，我才去，讲个，不要乱和人相处。啊了，来讲，啊维持整个家的一个圆满。是阳宅风水的部分呢，您有相关的运用吗？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我们一个家要能够平安，您觉得最重要的要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讲哦，有些就是讲，咱物件哦，咱若讲讲咱存，我就讲。每当乱七八糟，是不是？不要乱七八糟啦！有一个哦，讲你家的存哦，弄个乱七八糟，那就是不如火啦，安尼啦。啊，把咱用好，啊，照咱的迄落中门的迄落下落用，啊，入去，行入去，你也看到讲啊，足舒服的，哦，安尼你也感觉讲，安尼是。是，那我想请教您的是，在师兄的家中是不是有做过哪一些的调整，让我们分享出来，让也许有的观众朋友们他们家刚好也是跟你们家未调整之前是一样的情况，他们就有的调整了，对不对？这个哈，我哦，你讲，阿叻，我就讲，阮家哈以前哈，就是讲公妈哈，较早的人哈。我妈妈过世以后，是啊，我要夹路的时阵吼，我发觉讲吼，要夹路的时阵，阮的迄个公妈内底吼，细一张迄个一张纸，
我甲迄张纸吼拍开甲看吼，迄张纸内底吼是阮的祖先吼，就是乾隆时代的大陆的迄落丁氏，伫了迄个漳州，大陆的漳州遐刷过来。是。啊，但是吼，伊的辈分吼，伊的辈分的时阵咧写吼，到中有断层。是安怎断层呢？就是讲，一般伊过来了话吼。无入干妈坑啊！啊话吼，就是啊，阮去，我昨下去迄落，阮遐迄落户政事务所，我也讨了，讨到日。追根溯源。对，我甲讨咧，讨全副的。啊，伊伫日本时代较近，啊，但是日本时代较近，拢有清楚，拢都有清楚嘛。但是日本时代到迄个干妈坑啊，下迄落最后一代念着，遐个够断一层嘛。啊，断一截就。啊，要安怎找？对啊，都无啊。啊，无啊时阵，我讲啊，这无变嘛。啊，我总啊着怎啊？我着看迄落，看妙法普团。妙法普团里面写，我那照妙法普团里面写，吼，安尼甲啊处理啊，就是讲，迄截无的，迄截无的，到迄落迄个，到底大了迄阵的，吼，乾隆迄截的全部，吼，我着讲啊，甲过日。归入到咱专门就是讲，外口一张，外口一个牌嘛，啊，里面有一个内牌，内牌的第一面全部都把它归到来，迄个公妈口岸内底的墙头啊一张，是内牌里面的第一张，都一个给他把它过，把就叫问我部长讲，叫伊入去到迄个。归入去了迄个深处，安尼，安尼，吼，啊了以后的有诶，我就叫咱迄落迄个妙法普团内底下，吼，一张啊甲写，一个甲写，安尼，啊甲迄个旧诶，换接妙法普团遐，啊甲左三间右三间隔离开旧厝，啊搬入新厝，安尼，啊了较甲伊化掉。啊！甲烧香，甲伊讲，看伊有迄个坐入去公妈坎啊无？啊有坐上，吓，啊有坐上人位无？啊有坐有正无？安尼，啊一个甲专门有团安尼甲用一个。好，是。啊，这个公妈坎啊，这吼，我哩班吼，足侪人吼，足侪人吼，拢不如无像咱专门安尼啦。啊！但是阿你讲的是不如法啦，安尼，啊，因嘛拢拿照面话普团安尼，一个安尼用。那这个祖先的部分已经就是安顿完成了之后，您觉得这个部分是不是有整个让家庭比较平安了？先好再有家嘛吼，伊讲哦，先好吼，就是祝一个人的智慧啊。先好就是先好都是一样，啊福就是讲智慧。啊伊讲哦，咱人啊咧，迄个祭拜祖先，啊是讲咱去到先好寺，咱大雄宝殿，咱就是阿弥陀佛。啊咱就是看的哦，咱仰头咱看的是。阿弥陀佛，不管你是阿弥陀佛也好，还是观世音菩萨也好，哦，伊就是佛，他就是一个智慧。啊，你甲看的时阵，就是你看啊，佛就是在我们的心中，啊，咱的心就是有地佛的地智慧，哦，啊，你也讲啊，阿弥陀看见咱的心，就是希望讲哦，咱拜佛念佛，哦，啊，咱求咱就讲哦，心爱。清净的心，吼，啊，咱若甲佛放伫咱的心，啊，咱的心就是像人讲吼，清净的心，啊，咱整个家庭里面嘛是大家拢都可以得到一个平安呐。你若佛放在心中，啊，你心中得到一个清净，啊，整个家庭就是。一个非常的平安。那诵经的部分，今年我们的目标是1888万部，来跟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您个人在诵经方面的这个成长，好不好？这样，
第一天诵经是什么情况？我诵经，我是讲有时候我就诵一些诵经了，但是我不一定是诵那个天德经啊。有时候我是说，有时候是诵天德经，有时候是说阿弥陀经啊。是是，不大一定啊，还是找时间啊。哦，是鼓励大家有空的话。就是诵经，去了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啊。像您一样，就是要把它实践出来，对不对？对、啊，在生活当中去做，这样哈。您诵第一部经是哪一部经典？还记得吗？诵第一部经典是《天德经》，因为初级班的时候是大部分都是诵《天德经》嘛。第一部经典就是大家都是诵《天德经》了。是是是是。我和阮太太因为以前是上班嘛，即马是无上班嘛，以前上班就是背着书包就是去上班了嘛，即马无去上班的时阵，大家聚会的时间就是长嘛，长的话就是会一点哦，意见就是很多意见会不合嘛，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送那个恩典里面，结果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对啊，他就是师父就是讲啊，对公东南啊，还有属性金光啊，现象使者啊，趁水和你啊，一修口德啊，我不要修修，本来就是原来就是这样啊，就是要修口啊，他就是口就是一直练啊，他其实很关心你啊，很爱你啊，但是有时候就是那个口气。太关心你的话，你就会觉得他很唠叨啊。我就说对啊，他就本来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就有时候他一直说你怎样这个要做，怎样这个要做怎样的话，我就说我觉得很烦的话，我就把那一句就练一遍，再心里练一遍，就全部都写脱了啦。整个家庭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够圆满呢。是，那有没有一起参加过我们在仙佛寺里面的法会活动，或是一起到仙佛寺去走一走？这一点有时候会有啦。有时候法会的时候，我会邀他一起去啦。就是做法工的时候了，我会邀请他一起。一起参与过什么样的义工的这个项目？我们大部分去都是出版比较多了。香积组。香积组啊，大部分我们去的都是香积组比较多了。去的话，去的话，他有时候他会跟我说了：“我有没有衣服啊？”我的给你穿就好了啊，都是一样啊。对，夫妻一体嘛。对。那我就说，我们就去了。蛮好的。那当然很高兴了，高兴去又高兴回来啊，这样就好了啦。是和乐融融，这样子是一个很棒的感受。对，在今天的这个师兄的这个分享里面呢，其实您已经学修多久时间了？我们是16届嘛，96年到现在嘛。对，也将近快要10年了哈。对啦，是。那在这个之前，其实您也看了师父的节目那么久哦，事实上也等于就是说，也是我们的同修超过也将近都10多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岁月下来，您觉得学易经风水带给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分享给我们还没有参与的这些观众朋友们，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动力，能够进来加入我们。我只讲一个举个例啦哈，像阮儿子啊，阮儿子。儿子要结婚的时阵嘛，我儿子要结婚的时阵哦，伊就讲，他一定要在一月，伊讲一定要一月，因为伊讲一月的时阵哦，因阮新妇因大姐哦，伊伫美国嘛，一月较有闲，通去转来台湾，所以一定要一月。伊阵啊，伊就讲，伊阵啊在戊戌年，戊戌年的时阵哦，要一月，寅月啊，我阵啊。想到讲一月更特别啦，安怎甲找日啊？我尾后啊，叫迄落延长法师甲我看者啊。延长法师甲我讲，啊无你1月15日啦，正月16日啦，我讲我想，1月16日哦，我想干嘛想？你正月16日，我遐正月15日是迄落迄个，因为我遐是。淹水有放炮嘛？是。阮兜在迄个放炮的头前迄条路。阮兜在迄个头前迄个放炮的路的时阵哦，正月16日是足无用的啦。摇滚区啊。对啊，因
因为拢迄落迄个，迄落神教鬼吼，啊放鞭炮侪嘛，啊阮兜拢来个过世过亲嘛，啊所以做无用嘛。啊不，我小时候是讲，好啦，既然伊甲我看演的十六日，我就演的十六日啊，我等下我来甲看啦吼。啊，演的十六日的时阵吼，啊因拄啊四月嘛，啊寅月啊，啊十六日拄啊个甲午日啊。啊，我就是啊，讲啊讲，我就当啊想啊想讲，啊，拄啊云母师，啊云母师，啊，就回头讲说是牛啊，啊以草人生啊，啊，我讲安尼袂相通呢，啊，毋过吼，老师甲我看十六字，我就是讲，啊，伊甲我看十六字一定有伊个原因嘛，我就去看嘛吼，啊，看的时阵，结果云母师回头讲说是牛。牛啊，唔对啊！啊，但是伊阁甲我看一个，看讲要进房，讲甲我看迄个五十。啊，我感觉等我把假诗本看好诶时阵，我会感觉讲，安尼嘛，即只是算作，讲算作这是一个缘分，足好诶缘分诶，即个是安怎讲呢？因为因有时吼合起来是好字，啊好字诶时阵，伊在笑古，吼好，安尼嘛是。拄好生火生土啊！哦，啊！伊天干的时阵哦，伊就是雾吸人的雾啊！啊，饮液拄好食嘛，食饮子，啊，搁食五日啊！哦，啊，迄落个啊，随甲看是午时嘛，午时刚好是冬时啊，冬时的时阵哦。当时的时阵，我老阿公阿讲，啊天干是甲午庚啊，啊天干甲午庚的时阵，贵人是牛啊，哦，多丑位啊，哦，牛羊丑位啊，哦，安尼就他贵人啊，哦，啊贵人可以化解啊，安尼啊，我就阿讲好，安尼嘛，安尼是足好的日啊，所以我就讲阿讲吼，咱啊，入咱的宗门的人，哦，来咱宗门，不管是学着易经也好，学着。因为易经是内底是包括择日跟易经跟风水里面，啊，所以你若学到一个部分，对你嘛是帮忙的，但独立那侪安尼啦。是，我想我们刻意去追求哈，也不一定会有这种真的是顺水的这样子的一个天作之合，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对，那真的我们可以来认真学习的之后呢，就可以不再看热闹，而是能够看门道，而且能够像自己有一把钥匙一样，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平安与幸福。今天非常感谢师兄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呢，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分享，谢谢您。好，谢。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学习易经风水。一定是让你呢，大开眼界，而且让你的人生有不一样的一个开展哦。欢迎你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课程，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福气满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